我也明白讲，我在选举又没有拿过我们的钱，我没有欠，公事公办。心力除弊，整座台北市都是柯P的战场。政衰其弊，最弱党主席朱立伦任重道远。我OK是最弱的，但是国民党要最强。本周日晚间10点，台湾启示台北政坛新战场。